ngatso di tebe niwa ma de oda na sumba shogdong sumba a chongma kashi chayo za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脊椎切一半以后的脊椎，脊椎它的就是侧面部。对，我说第一个脊椎啊，第血脊给它的，就是脊椎它的就是侧面部。对，我说第一个就是把它切一半。脊椎的大胆的，脊椎白，膝盖脊椎的。拿掉，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脊椎切一半以后的脊椎。脊椎膝盖脊，膝盖的嘛，侧脸，那些膝盖的脑络的所以，通过脊椎的。那因为我们对于就是说，脊椎的重要性啊，就是神经的重要性很重要，所以我们对脊椎必须要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你的身体的各种感觉啊，比如说冷啊、热啊，包括疼痛啊，都是来自于身体。啊，所以说是不，你就啊，你注意，搓啊，当啊，你整理搓啊，当啊，你擦一搓啊，那时候，反正呢，啊，所以第，可能第一个，不可能你给这个控制了，然后留了是吧？包括比如说我们皮肤也有神经啊，这么表面的皮肤，你这样你摸它，你会有感觉。 所以神经会影响我们所有的感觉。所以如果神经断掉的话，那你的这个断掉以下的这些肌肉啊。 肌肉啊，皮肤啊，疼痛啊，可能就会没有感觉。学长，你往这个的，比如你切白银呢，你切上的对肉个，你得往这菜啊，当不要当，等你别的可能，你出来没完下，当都是匆忙干的了呢，你往这个当，那往这个进行有了哇塞。我以前七岁有去打过工，就是做几份工，就是。 假的时候，我们暑假那时候两个月我去打一份工作。然后我是去照顾一个病。那个朋友的，那把这个那个脑血管。他是一个英文老师，然后因为车祸，他的腰椎这里就是断掉神经。 啊，那把的地去过，给了之类的，啊，你不可能呢，摸着了，打的，打不清楚，啊，你都是今年那个，给把药啊，给把给他说呢，你第一句，第一把来切掉就，他。所以他腰椎以下的，包括骨盆啊、腿部啊、脚趾头啊，全部没有感觉。给把，他那他没有感觉。给把，当当你给把个嘛，肉满切的，我说你十里，光啊，他第一句。 常常老师话，你除了几个月嘛，是怕天呐，除了要嘛，我做深度进来了，除了要嘛的意思。但是他可能，例如说他要大便，他可能稍微知道，但是他也会日出，但是没有像我们平常大便那么清楚，所以每次他有固定的大便时间，他在要在那边等，就固定的时间，那有时候都要等大概一个小时。 啊，你说吧，有啊，说吧，当然的，就当可能我出去个，云南有，俺俺从南京出去个嘛的是，你现在你说吧的，就说的，出去大大条了，不可能你站这个进去下下我的说吧东西，大大下下我的，说吧东的呢，就说肌肉不修整过的有的是。然后就是他，就很壮啊，就是也是壮壮的，所以我们每次要抬他嘛，他坐轮椅，然后要。
帮他洗澡啊，吃饭他可以自己吃的，那下半身的事情就是我要帮他做的。可都全部都有的，那他个也等我也弄过的工作，我把这些也让他们都是些，那日报纸的那个工作，我把这都是那日报纸过来噻。啊，你云南卡拉在啊，对了，可能的，让我通过有的噻。所以神经就是一旦断掉的话，就是神经断掉不代表他的血液循环断掉，他的血液循环还是血管呢、啊，还是从细胞跟细胞之间是通畅，但是他的神经的控制，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肌肉的收缩，还有皮肤的感觉。应该是一个托年等等等，你去过王三都是这个这个脑脑的机械嘛，用过的是。那我们从后面看，它是垂直的。啊，角落跌的，角落撑不掉的，那是我做做嘛，我做做嘛了不得。从侧面看的话，它的腰椎要往前弯。啊，对。腰椎往屁股往后翘，往后凸，然后腰椎往前，背部往后弯。小张，你肉你怕掉下来呢？你到你仓了的去弄通，你我就给把它弄了，怕个弄了肉掉就。你用大等的这个脚骨都吃了不掉就，我等着就做到要的啥？就是类似这样子。做到那些了不起的啥？可能一股。哦，就是我们这个。哦，小张，大等的做到等着就想想不了啥？我说你啊，什么几多什么？然后在这一张图，哦，这一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把它切掉，可以看到脊椎被切成一半，所以一半以后，这个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像一个管道，有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神经的管道。啊，先生，你达到什么的？啊，你该吃个的膝盖结节就膝盖的，对脑脑那公共几多啊？对马多少？对我从的。啊，你王总也蛮拒绝多少？第一个，你得了啥？啊，带着什么这样子？但当地能够你公共几多的，给什么相对级的？第一几个的？我从那地，宿舍干部呀，宿舍干部嘛多少的？他都得了。等你膝盖进去嘛了，膝盖当时的话，它在巴黎的呢。啊，这是一个孔。对呢啊，对，孔就来着。哦，所以切一半以后，哦，它都是进去膝盖当时的着。对吧？我们就从这边看过来。但我说，它的巴黎的，哎，但是晓得你晓得的话。看到了吗？看得到。对呢，你话公共几多啊？这的五孔着去。这样了解吗？它的我出生儿子。每一个椎体都有一个都有一个孔，有没有？嗯，有孔。这个椎体脊椎的话，你看前面是它的椎体，重量全部落在这个前面。嗯，我说日报个就靠长毛的龙骨的。第一个要来讲到的是，因为第吃瓜这里要让我从第旁路那个吃瓜这里跟弄那第等着悟空中的要的是。然后你看每个脊椎之间有一个透明的，有没有？这个就是椎间盘。啊，你该吃的这个，你把肉的吃了不得几多？我说你的叫半根筋线轴嘛的。对，这个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有弹性。嗯，把肉的，我说你顶面几下个的，我说 spring 要的顶面几下的，我第一个要顶面几下个，你要的第一通过的啥？如果你的脊椎没有这个两个骨头这边没有这个的话，你从一个地方跳下，你的骨头就碰到骨，就会产生啪啪啪啪。现在我打断你，胖了到胖了八六幺了，我从你开始动这四块肉，打断你八六八六个，你没完呢？你我从幺二当完那了，到六块到六块当过了，那第八六当我从搁了完了，你半根筋线吧的，哦对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的脊椎。啊，第一个我从搁着呢，你开始八六个的松弛不起来了，而让我们的身体的有弹性，不然我们这样跳哈，我们没有办法这样跳，这个骨头会松。
마서 야마디냐 당나 뎀니르지도 뎀니르 어 뎀니르 때 상마 쿠그 셸리 코롱 그 셸리 동네 연구여 다지 아, 우리 비유서니 나이 50세이호 마초 자다 딘지 동가 그디에 랑차게 여러 공선 대감지 요에나 아니 로 딘지 탐바 바로니 가서 디 마마마 크크메 줘 대가르지니 큰 거여 야 다디 가서 디 빨간 제시도 말아 뇽 쪽 여러 어때 또 년지 이만만 년지 다 这个 토미 这个 부분 它变少 티다 나가서 디 뇽뇽 쪽 여러 빨간 제시도 책 바로 또 변발 加起来就很多 마선의 공분 공분이라 공분이 리리리리리 말 뇽뇽으로 저러 로속천. 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身体的这些骨头啊,其实对这些组织要有的一个基本了解的概念. 네가 리코더 다다 개체가 더 더서에 나가서 네 망지여로 와 망지 십시오. 切一半以后，这个拿掉会看到中间这个管道。先生，我从第，但这个是目的呢，你那膝盖把它割下来了，膝盖割下来，能跟我从第，缩下胳膊呀，缩下胳膊嘛，就是的嘛，多少个的，冷的我从通过多。那你看这个黄黄的，这个就是什么？我说第，谁不的，开始是第能。这个代表神经。第个，第个从心这个第，我说往这个从心的。 那神经从这里出来的话，所以如果这里神经压迫的话，就会到这里这个孔，如果在这里压迫，就会影响到出来这条神经管辖的一些肌肉啊，一些可能内脏啊，一些机能。啊，但第，塞波吉多啊，塞波的第，第把罗尼，该是怎么着？台湾呢？ 농식대 태워야나 디니즈 코롱 그 디에 저유지도 창마니 딱 강가 차야 동안 디소 멍세 디니 용 거스. 那你看我们出来是不是都要有一个孔？대쿠 세포디 용사디 디퍼 디 용사디 나나 우콩우콩로 이래 용다세. 那你注意看的话，这每一个洞，每个洞都不是在每个椎体上，而是在两个椎体脊椎的之间，什么？ 다다 우콩더 니에 습관 리를 그렇게 더니 연구요 말다지 습관 니 바로바로 니 쓰러 연구요 냠다 所以这个洞这个神经的孔有没有它会随着我们脊椎的角度而有时候变大或变小다단 니에 왕사 쓰러 영사 지어라 나서 니에 난간거 쓰기도 니 가르치는 나서 참참해 니 타가니 영어 지금 유용자 발사를 야마 지금 지금 언니 딱딱 매와 차 다서 딱 냉각되니 연결서를. 所以你看这个神经孔是从透明的这个东西出来。哦，第八段你。高度出来对吧？哦，第八段你测量过多少斤？我做半根节是第八段。是不是两个骨头之间？我从第个这个这块这块个八路，半根节是个第个长的你测量过多少斤？往上个第，往上。我们这样弯来弯去，你看这个骨头，两个骨头之间会不会？ 会不会拉来拉去，这个孔会不会也会被改变？我说亚麻怪，那你第一个侧侧的，我说你骨折这样的话，啊，先生，第一个悟空的用这个跌了用胸前的贴等着贴过来贴过来贴过来。所以就是说，从侧面来看，你的脊椎它不是直的，它要有一个曲度，就是像这张图，脖子要往前弯，背部要往后凸，腰部往前弯。 我说的，跟这个一比较了哇，啊，一的这边的可能我们的张某他张小的要嘛的，所以呢，嘛，那我做的就，小龙不得就，我都是今年呀，都是昨天等着有的，我说不是男性啊，我说不是个，不是个白天的了。哦，所以从侧面来看，至少我们这个男生都喜欢看女生的身材，它是有一个 S 型的，对吧？ 我从第，啊，那我从第一个也不着急了，我从第眼睛那里 S 来就到，说他当然有的是。等我从第一个测了，但是。
等我从过去。所以就是这是天水。对，杨子去。俺说的干子去。俺说的干子去。对，俺说的长来去。这头是这样的，对不对？我都是这样。我从地江西的农老那怕农老吞掉了是，啊你我从地江，江西的江老那吃了不得了是，啊你地江西的农老那怕着是，等你从的不个地我从兰州要到地长乐去学呢，那都是你嘛长乐去学去掉了是。那在脊椎来讲，从侧面的话，这才是，就是它有这样的弯度，它有一个正确，就是一个固定的。比例的弯度，这个才是它正确的样子。哦，当地你生意怕地方呢，可能我做到个业绩哇。哦，五年长年在菜单周围那当然是那做呢。按对的，可做到当然，都是吃的。所以我们有的人他有没有？有的人他这个他你从后面看他的脊椎啊，就是觉得他也没有，他也蛮直的、啊，就是说他也就是摸下来他也是。但是它的问题是出在它的侧面的 S 型的形状。现在我从米进了，大些东西呢，讲不到你今年老话千万，那当然就这那做做嘛，当然就大大点点的东西通过了。因为用这么一盘地方，那可得你的大大点点嘛来着，我说这么。我们就说是曲度啊，它弯曲的这个弯曲的弯度有没有正确？我从第二技能性话的，也是拍出了曲。所以你把它想象它是一个，虽然它是很多不同的椎骨头搭成一个好像一个可以弯的水管一样，好像一个可以弯的水管，但是互相之间它会互相拉扯。第一个，我从第一个这个都是爬地外呢，你爬啊这个都爬地外呢，我从第一。pipe 啊 ，pipe 那些东西，而且这些嘛，确实就都是吃到的啥。例如我们有很多常常腰会酸痛的问题，对吗？哦。上次我做的，我做的不列当菜啊，当用给我的话是。那有些腰部它这里就是我们很多就是这个第四椎，腰椎第四椎、第五椎往前跑。我做的。细个个单单的去过，这个肌肉当这个熬的了，等了排的可能痛疼，忙着个都是今年我在给把个长长的，那样当菜样的在用，我今天都得了大症，老的不也忙着。所以就造成腰椎这边的神经就压迫，所以有严重的人甚至走路都很困难。第一个干子呢？第八路跟我说的黄色的那弄些天忙着的是，开始那种肉呀等肉麻头呀等那个，好像跟那全部吃啊等那有的是。那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治疗就是说，哦，你这里怎么，你这里哪里，比如说西医来讲，他就会开刀，很严重的话开刀，然后就会把它用这个铁把它锁住，让它不要再往前跑。七里个了，七里个了，穿白衣呢，你工作个地。这关系话的，我把那的工作设计当设计当，你叫老那设计设计，啊，你弄那个盘着个嘛，现在你吃的天气都是你个，你都打打个那，光从你 fix 着就了，那我都是想。应该要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往前跑。我说的年纪久了，那人就像呢，等了这个精神感觉是。因为它往前跑，是因为上面的重量比较往前。先让等了这个精神这个了，那多高的几块的切着些，几块的个蛮难解，等弄些个你等了怕疼就了所以我重量比较往前的话，我这个重量压到这个腰椎的时候，我是不是没有办法好好落在后面的这个腱椎，所以它就会往前跑。先生，你拖个几块的切着，等你马上天呢，碰个的夹不落个这个的，这东西的马上不行，等那地方从地弄个的就拉几块肉啊，他妈的，这吃了挺久了是。就好像我们走那个，就是说走一个墙壁好的，比如说我走在上面，对，这个如果很窄的话，我走在上面，
我走在他们这个路很窄，我是这样慢慢走，对不对？对。啊，达当地给了送来的地，我说啷个的人看着差着呢？啊，你给地啷个套着的？我说别的东西你还是啥子？那有时候凑凑钱，咋不咋不清楚？身体如果不平衡，是不是这样会掉下来？但是我这个地是不个地，啊，你当当嘛的些，张某没有人呢，你刚去个地去个，啊，你去个的呢，地去个嘛的，是不得咋着个东西。所以这个身体的重量，如果他上半身的角度，这个脊椎的角度不对，他往前的话，所以他久久之，这个重力是会掉到前。但是我从你出个去了，出个去一块的，啊，你切着些的，那你吃哪样？我从你肩膀个的，都拿痛到的啥？所以他到这里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往前跑？因为这个肩椎是我们的重心，所以大部分他这个是下盘，他一定会固定在这里不会动。然后如果重量上的重量不稳定往前跑的话，他就会在L4L 交接的地方，它会产生力量的交接不稳定，它会慢慢往前跑，就慢慢往前跑。啊，先生，你我说脱高给的几块切着过来呢？啊，你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你那痛啊，你那第二把不用个进城搞的来呢？我说你心里得当，第一心里个慢得不得，慢得拆个进着拍出来，如果用你个切成当拆去。别的吃的当然让这个有了吧，第一个我这个就他妈的吧，第一个东西他那个东西第八种你妈都妈的，第二道苦让这个真的不用有了吧。所以你身体为什么往前，很多都是第一个刚开始是因为你的工作姿势是往前。아지금생각하는것은늘나통계였잖아요그래서리카창마배드거를그래서굴지늘나그두신이리카망쳐들어왔어요第二个就是你脊椎的曲度，就是我们弯曲的程度改变，所以重量偏向往前。都是今年你刚说跟你改这个，你个啊，你叫了啊，你等到老早个了，老早你干这那呢，啊，你离开个间歇阶段，等到同一个了。那我们今天讲这个，就是你要就是脊椎的一些特性，就是因为这个以后跟你治疗脊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다당디가선디게츠그목살그건디치고아다당디지름지레몸바는가선디만주기타가에나데니와다데아난각시우치차가되어서像大部分这样的情况，我会观察他骨盆、腰椎跟背部之间这个它的侧面的曲度的弯度。아세상언제가니동디강가로디개방강가로차가에나게라그니나가득보는언가속시리타가딱제당第四年用，第四个是几个点？第二十年用，它特些当。第四年空，给了，第四能给了啥？然后我的研究后来就是说，我们可能先把背部的压力放松下来，让它的曲度改变压力，让背部的压力往下降，就会改变这里的拉力。啊，给了第一套呢，慢曲启动，几轮的呢？那你给了个刚才是你的。만주지가래아게라송다이네아니토가그가서게스기여러와소가그디에아찌가서게스기디토가그논식도서바르말에매가서디그가논식데아니펑노세차지고라디니마마마여네아니단지간디에가서개받다탁주지기여래서2017年我带着那个梅子康的学生，然后去义诊两个学生，然后在那个 Sikkim 一个学生的家遇到这个叶老师。大丹迪，王的。遇到叶老师，2016还是2017忘了。아팔칠개라근데아니동주등로인나뜻이라세운다단디때마선제이나옆에갑디디네만스강근디주고로마니체제다다스킴쇼라만주지가로인제갑디디다단디주고아니마선디강강게라아드로아콩롱페노아니제소자아나서호이예老师他教针灸嘛，他在那个学生叫锦巴，他讲他住他是吉林吉林的人，然后他们在他们家看病一个多月。啊，你给了你去刚刚给了阿卓空空碰到你是跟你锦巴的曼斯康的他的恩师交流了，哦，空空弄了你到阿西格弄了你刚刚托你曼秋弄有的啥？那我就刚好锦巴他我们两个的学生有一些是
样的，所以后来我去他们家也待了大概一个礼拜，那时候我也帮忙看病，那时候就给他来了一个比较严重腰束对往前滑步的病。啊，第他当地有什么药给了吃了？第有什么你有的？你金牌的矿主给了个西半州的多，其中你啊，你他当地师傅当的矿主不给那金牌个拿了牌中，隔壁的那把几个地位子，那把第一个他当地给这个啊，那嗯，完了第一把给这个，你就话的我嘛都拿了团队就等着进他们去。他好像是一个警察，然后他也是从大概离西京大概五六个小时的地方过来。啊，那把的年头把几日下子，俺就说人家这个八八年的车，俺那地的，啊，大概用用这几日下子。他来的时候是要有人。啊，你那把的用的那米几米个牌子了，小姐用过，按照那把子，那把按照几日下子。大概四十几岁吧，跟我年龄。啊，酷个的罗初云那牌子干了的，牌子哪年找人啥的啥？那时候我的治疗就不是治疗他。背部放松来疏解他脊椎的压力，让他的腰椎、四椎跟颈椎之间的压力不会卡在这里。啊，先生，你拍个面具，就只能拿你给那个看这个有个多多了，有人拿手干这个，将个干这个头发呢？你要弄些多少？没得，没得当，那是谁的事？第一，你啊，刚刚多少？没得，才几万了，拍个你拿手干第一，不跟那年代当地几个，我说从此有的，从此东部把路刚刚的你是把谁个经营者？这个病人好像也已经大概至少两年的问题，然后他也本来他们也准备要开刀，因为实在痛到不行。第一那边的从边呢，老你这个那边按照这些子，你看个几那个这个，大大有弹性逃生着了。下去当下个这个那逃生着，就当然这就重点些子，等着个点那个操。大概应该也到花三四十分钟帮看吧，因为他背部的压力很大。他看完以后，大概他应该有好六，大概六七成以上，就是他就可以走路，走路就不用人家扶，就比较轻松。啊，刚才的你讲了，刚才什么手机啊，这个么子上了，你空格蛮强的意思。啊，第一个参见了，你空格也拉着主要那个财经这边那，人家就注定是跑起来了。那要么抢的下子，那今天讲了，那每个啊，中国没有这种安德金融都退下去抢的下子。那我讲这个案例是要让你记得说，我们很像腰部的很多问题啊，你不能只是考虑腰部，你要考虑它背部。大大的。第一个那把的就这么的抢走了，那个精神高的人呢？我说第一，不管那啥的，卡这个那啥的了，老把抢了嘛，你把这，啊你，那啥的见得高多，一个拖你又啊，等我这几个要送的。所以你看，我们下半部是脚嘛，脚、骨盆这些我们要走路啊，这是一个使用力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的上半身，不能用你要用手，所以这两个大区块的拉力。他们两个之间要平衡，所以他们之间平衡如果失去以后，就会开始产生一些问题。但当地我说公安局了哇，公安的所有的我说亚马人都是个公安的话，本地的公安的当当啊，的当当嘛的，那第一个亚布隆的给把个点弄死掉，给把弄死掉一个土豪个的千万年吧，第一件事就那登记一下，你本地建设个了哇，往第三年亚本地大概中了哇。那以后我们就是说，我们其实有很多案例比较复杂的，他我们研究他的脊椎的时候，都发现他上部的脊椎和下部的脊椎之间，他有很多的不平衡，很多的拉力，不正确的拉力，所以产生他很多不同的问题，不是单独那个疼痛的问题，而是他们上下有很多问之间的不平衡。第一，那把拍起来就刚刚切有就那把拍起来就刚刚的高潮给了人呢。你我说脚不个第一，对我说第一那脚不有了，脚不个第一个啊下这么多，没个我说第一给把个下这么，第一个亚马天西的亚马天西的到千万年不济，对间歇间你拍个地那你都到马的哦，那你都爬落。
Тэний хчиху май ба ёо юу юм гэдэг тосолаа ёо чи хэн шиэ чи төс чи нэ. Тонг ни ла ни вар та тагур вас. Сөйо мэ зэн мэн кандай зэ гэ чи зэ, зэ ни бэ ба кандо о та зэ ди зэ ди зэ ни ба кандо со сам дэ ди зэ гэн 바로 콘솔에 찬 찬용보 되면 누가 니 따다다 되면 다 됐어 다 걸었어.所以假设你看一个背部疼痛的人，如果你看他的背部，你看了一次两次，他没有什么，就是笑，他有比较舒服，但是他好像还没有很放松，那你就要考虑这个肩膀的压力可能来自于中胸，甚至来自于腰部或是。 我只是单独是他肩膀上的压力。我说，肩膀呢？你是肩膀呢？你是个从白呢？我说，肩膀呢？我说，第一个呢，你慢些着急了，那可能个第一个等等，肩膀那个，刚刚刚从这边进去，说的很热呀，那因为你那等等，可能那在的石头呀嘛的，第二在的什么的，就先看这了呀，那我说你这个这个等把把罗开开罗个多，第一，我第一，我这个第一了个多，这个等把把罗把罗。 第一把罗都说难这个有了吧？第二把罗都说难这个有了吧？都说亚麻的，都说尼尔他打过罗子。所以我们，所以当这当然是在我的临床案例有太多的案例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就是说，我当我教你们认识这个脊椎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的观念。 나바 강을 파르치와지가 내년 니가 나 나야가 디 지름다 청아 된다 먹어지는 거 그래 세상은 다단디 게츠기다 아니 원초지디 참아라 아니 창소라 목설근 니토라 아니 창소 하고야 그셔다 아니 게라 송기요스 所以我有做好几个案例是他肩膀像石头一样非常硬然后你怎么按摩就是只能够松表面而已是做了几次就是效果不是 我说，超吧有啊，超吧，超吧，被那个人，那个那把超吧，那把的超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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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的压力角度松掉了，然后一些深层肌肉从肩膀这里跑出来。先生，你给了他托你的政治通票嘛？是吧？但先生，你不有藏了他个工地给了个地，当时当地他们去着急，俺藏了个地个亚麻个地，他说当时当地人那里的民居个地人那里，俺库房那里承包个地，那在的养着这个月嘞，俺承包个八六八六个地，现在忙不就是了通用个月嘞是。然后你看我们另外一张图有没有？另外一张图就是从侧面这样过来，我们发现可以看到。肩关节跟髋关节。啊，我做是目前办的对啊，是目前办的，我从第插拔药、红光个插拔刀、特个那年的拉锯个拉钢药拉。从这一张图我们可以了解到，你看这是我们身体两个使用力的一个关很大的关节。啊，单单的插拔个第个那插拔个的参得到，特个那年。시부들은라리여라리고라컹싸워되니까하정그뒤에층층채쉬지가니차가더다서而且它不是它是左右左右左边跟右边啊靠到一档右一档一个的字了起到的话是左右平衡左右这两个是互相平衡可你可拍出来你可啊背对过来的头面前面不有的话是头面是吧上下也会아그니까이나영어토가영어즉시가지금바로눈시대야所以你可以把人体的活动，这活动也分作这是有没有？它活动的开始，主要的开始，就是四肢的活动是，就是肩关两个肩关节跟两个髋关节。마소구조잡되나내다단디치고홍고거아측대당은그거는시리기측이여러와
我的第二个骨骨就这个有了，我在说。这两个关节，这四个关节有一个很大，就是它的关节的活动度。空出个大的力气和这个参与了，第一个把这骨髓的，还有骨髓全部加全部修到位了。所以这四个部分是会互相影响，有时候它是对侧影响。空出拍出来力气和弄起有了，拍出来个弄起有了。所以当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检查它的脊椎，然后检查它的骨骼，那我会去看它四个关节，就是相对的，是不是它的位置是不是有很平衡？但当地藏了个地，藏了个差不多的藏起个文章，十里有了，十里个头发都是千年不一面大。等你用当地去跟我说红果当了，当地来拉成有拉成有两个，这第二嘛的千年不一面大，我都中间当过的是。那我们现在开始是讲肩膀，因为肩膀这个是比较这骨头比较小，比较好去控制。那我们等这里比较熟以后，我们讲到骨盆，这个是比较大的，腿部也比较粗嘛。我们抬腿跟抬手不一样，对吧？但当我从地长板摇动吧，长板地头上两个字。隔离那长板的，我说亚加来里头修有了，我说要过来呢，亚朗呢，他们都有的。啊，你的啊，我说的拉弓有，拉弓的地了，亚加同可尼克德瑞那长板的里头有了，兄弟，拉弓的亚拉加了，跟我有了。现在我你拖个跟的啊，长板的我那你他就几个。所以我们手部的治疗啊，就是你们学好一点的时候，我们讲腿部的时候，平衡就比较轻，因为腿部很重嘛，要板，要拉，要压，要控制。要控制它的角度啊，你要怎么处理啊，这些都是我们在手部的时候你要多练习，这样你到腿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要怎么抬腿啊，我怎么站哪个角度。我说老板有啊，老板的要加压到老板的要让举头的厉害有的。啊，那第一个肌肉呢？那第一个肌肉的达到好高呀？那啊，那破个的光啊个的。我说的实力就了，实力的光啊的要来加爬右侧右，等你我说你得用。弱蛋的打的用过的话题，他说你用完了，你判读书用过的啥？好，我们继续上课哦。就是他说我们早上要大家练习检查这个脊椎，就是说从背侧去找到这个脊椎骨，的这个脊柱。我说没得的，你分析错相过在等啊，这种说吧。我说该这个地去过弱弱没有啊？啊，地他说我说讲点自由的话是。那你看这个一个椎体，它有两个，有没有？它这个两边有一个像翅膀一样的，有没有？这个很长。啊，我从奇怪的这个点应用了，的确过这个段，我从的胸板东西段真的选的。那后面凸出来就是脊骨，就脊椎后面凸出来的，所以我们从身体的背后，这样摸可以摸到这个凸出来的这个。去了那不得就的，我做做着嘛，做着嘛的过了。去了不得就的，我要你拖花你老板抢了，那老板你娘偷过来是，妈娘姐都是你妈用过的是。所以我们从凸出来这个骨头，因为我们摸不到旁边的这个很凸，因为这个旁边有肌肉。我说刚今年的带你娘过来了，那裤子了不得了，我说老板抢了得不得了？然后看个湿了，你的老板抢过呢，啊你下针，长毛下针个那条线，我说你二半娘偷嘛的。这两个假设，这个两个是很凸。嗯，我做的筋膜切除的话，我第几可能个第一次呢是不得的哇。如果你看我如果旋转的话，是这个会歪掉。你是你弄了还是过那弄个的袋子，把这拉的就落去的哇？对吧？啊，那如果我倾斜的话，那这也会。第你马上第马上第些我用呗，那俺就去学习的呀，他不用个多是。哦。大点么的。我两个，我整个侧弯的话。我第一怕第出老的怕第嘛，弄老的怕了不多，弄老的就不可能了。都是就按那第一亚马库那广告，你的打到，剩下的打到你们多少？老老的多少？一个是侧弯，这个都拍出来，对吧？一个是这样，这个在那亚第接骨节的到接马骨。这个拍出来的，可以啊。这个角度。
这个牌子上扣的，这个的医院那点人缺呀，这个的人家那牌子的股东这几呀。这是立体公约有三个 XYE， 就是三个角度的球文。第一个，第几个？啊，又不知道那 XYE， 我当时我就在想。我当然不会讲很讲，真的基本你们要了解，因为我们以前研究角，因为这三个错位的角度，它会互相配合，不是单独会一个错位，有时候这两个会它会测完以后又再旋转，是它是。复合式的错位。现在忙着在车里打灯给那个的人把送去送送啊，我的都是你的习惯给全部的在。刚才呢，车里地头呢，手机个的啊，这几块呢，手机个打灯的，用我弄起的打灯的个人模型有了。我们以前就是光研究这个脊椎，其他没有研究，可能就要上大概超过40堂课。哦，你老矿车有先把几个被弄上马车吧去。但是你给这个机构的松散疼的一批他们的松散能有的包括要看那个 S 光啊，对，当年的话从第六百教授都说了说大概的是做一些这个判断，然后去研究就是说它的错位到底是什么样的角度，因为我们摸跟你看 S 光是更清楚嘛， S 光，因为你里面看不到，所以照 S 光就更清楚这个椎体的错位。啊，先生，我从第一头到第十七，那样样样十七等了几个月了。我们再跟第七个六百几万元呢，我从农老到通通要嘛了哇！那 X， 但第六百几万元，那六百头你农老都说到通通要了哇！第先生，第头你没再认真弄。所以，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我们最基础的就是要能够摸到每一个椎体的位置。我从刚才的团的忙些团的来呢，我从第一个是什么？不多久做着嘛，有啊，第热现在我从第年初几年初几些嘛都是今年大家懂我这个情况了。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颈椎有几个骨头？我从用脚整点几个，我从第一整四个关节有的啥？七个对不对？我等有的话是。然后再交接到胸椎12个。第二我从第二个是个。啊，第牙齿动不扭，就你把这腰了哇塞。它再来交接到腰椎的话，我说第骨然后再来交接骨椎腰了哇塞。啊，第二到长椎腰了哇塞。这几个地方它有一个容易，就是说这些整个脊椎来讲，就是我们大概要稍微注意一下，颈椎、胸椎、腰椎、肩椎互相交接的地方，它是很容易错位。现在我从第一讲起到年年就去搞这个去，搞这个呢，到第二搞这个去。啊，第一个第参参去了哇，我参参得了，我从第二东道上啊，你刚刚上啊，到芒桥第八路呢，你老修桥路有打算？第一个是整骨，分膝腕。我从第二道里啊，整骨道里一个第二年，到第二去，我从第二讲起到过去把东部桥到了。嗯，第八路你用第八路要刚刚拆。我从第头年第那在胸外脚，我的第一是那种第两侧动脉。跟胸椎之间，所以大概吸气提稳。两侧动脉当那当地牙齿的动脉，第八路用我这个刚刚拆毛。那主要是交接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是。手，但侧但的长长脚了哇，我的长的白的那个。啊，先生，第一，你刚这个呢，东部你今年呢，当地给把给这个东部八路，哦，第八路这个哪个修桥的？这也是 L5。嗯。哦。等你给这个东部当城市东嘛的，给这个哪里个我当城市东部八路，哦，在第二哪个晓得了？其实主要是这个交接的相对关系。第一个参久了哇，哦，参到哪个修了的？第八路你看着，哦，但是这是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你脖子是弯曲的程度的交接，弯度的交接，到这里就要开始往上面弯，到这里要往下掉。啊，一的突然间，第二把的拿了骨，第二去拿疼，都是今年我给把的拿了怕，都是今年我做个第啊一不就有了哇？哦，第一个做的。但是其实它如果比较严重错位的话，它的。
上不会只有这两个严重破裂，例如说它会延伸到 C6 啊，就是延伸到 T， 好像那个 T11 啊，这大概这个会延伸到 T11， 好，然后这个是大概 L4。那把哈种早着等着原呢，大家你去过 T1 到 C7 个包容，我从南京那得了个咯。大家听着原呢，大家那早着等着原呢，啊你大家你政策这块你用了东德兄啊等着，啊你你搞这个最近的东德兄呀，你学得的。所以刚刚这个就这个你看，这个就是腰椎跟脚，这样这边打滑坡就是 L4 跟 L5。哦，先生，给把人呐，在杂种活动这人呐，大当地区个给把个出国机会呢，当然我，你搞劳动党兄弟了噻。那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触摸的，就是 C7T1 这两个之间。哦，大当我兄弟，那大当地出国政策等把东搞这个啊，东部把住，哦，大当地地谈。那 C7 跟 T1 呢，大部分都是在我们这个肩膀里面，脖子下来这一整处的这个。啊，俺做盖药了哇！盖你等你老瓜抢完了，那虽然不是得几多，俺做各地你过了地方了，你过了多久了？哦，得到判断哪个是 C7， 哪个是 T1？ 啊，所以说带到特些东哥了的，各个级的当地养殖等不了，各个级养殖东不了，等于什么？特些东哥的都是。要摸在这个突出的地方。抢个地不是得几多，他老瓜抢到的。你摸的时候，你不要用手指尖的，你要整面摸。像这个桃花人都是进满的，能满吧？俺这个都是六六七的桃花人，都是娘子。好，你当然要先摸，找到这个骨头嘛，凸出来。但你啊，你把人吃上不多久，等你不多久了，不多久，得他妈那样。哦，这个等一下小哥让帮忙指导。哦，多少斤了？大说粗重个多蛋白都是个怕哦，六八几斤的，没事个，开塞了这个。最高你自己摸是不是有？至少可以摸到两个。啊，所以说我呢把老瓜抢到，等于是没事儿个事儿，没得就啊，你所以说老瓜得那偷个点啥？来转动头部。就是你趴着了，过了到的，啊，你过了着去，当过过来。动的那个骨头是C7，那不会动的那个是T1。哦，但你没得就那呢，你趴着了，过了也能都过来就多的，趴着了我做这个多，第二件呢，你僵尸等不到的。就是我手放在这里，然后我的头转动。对你，你趴下，对你手中棍，对你趴起来。然后会动，是因为它颈椎会动嘛，所以它会拉到 C7会动，但是到 T1 以后它不会动，为什么？它有肋骨。啊，但就把它拉。都过来的，刚才呢，我说的僵尸这块，等半年到爬起来的僵尸都过去了哇塞！啊，你刚才个动作，你过了码头，现在刚才呢，可不个什么个这么多了哇塞？怎么动不？哦，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肩胛肌了，看到？啊，我说手里有脱发的。肩胛肌过来这里大概是第三椎。手里有脱发的，虽然不是多久的，四半月了，四半。哦，第一个肉的脱发的，这是另外一个，不过个这块所说那块墙上的这块什么去掉了？反正三四岁之间，大概是这个位置。嗯。三四岁，三岁跟四岁。哦，对，扩大到你十八到一百八六了，到刚到第八六去了，个是。哦，那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你的肩膀错位比较高，所以它或是它旋转，所以它有时候比到的位置大概是三椎，它是在三椎的位置，但是有时候会比到三四椎之间，大概是这个位置。现在我说出发亚马的天的的，刚刚车啊，当地区车上出发刚刚几多？对，大家你吃过什么去的？大家，我参上吃过什么的？一万把人用去去药的啥？然后这个肩胛骨，这个是第一椎、第七椎、胸椎、第七。哦，等你马上讲完呢，我说你说话个说白药，说白药送的送的不得，大家你牙齿个等把打打，牙齿个等把去掉药的啥？哦，然后再来就是要看这个十一乐十二的，这十一椎、十二椎。等你马上讲完，那你牙齿个这些都注意。哦，对，肋骨最下面这个地方。我从第一节骨对过来，哦，平行对过来。我从第一趴的话呢，我从这么有了，这么的进行这么的。这是腰椎第二椎。这么个这么的有了，是不是？这么穷，这么穷个这么一趴的，那关键你是吃另外一个呢？你告诉你，
你给把个车把你外面去录个多少？啊，你要往上转，第一锥，然后胸椎十二锥，十一锥。对，身强个的，说是说老板的是怕啊，你老板强，你搞这个机器接你去，对你妈用的，啊，你怎么了？怎么受伤个？这你怕着的，你当然。因为肋骨它不是平行的，它是斜斜的。搿是呢，怎么都被这个张木药嘛着，可得把它烧掉了。昨天烧烧去。按摩这个肋骨的时候，是不是你摸这个骨头，这个肋骨是不是斜斜的，不是平行的，对吧？它是斜斜的，对吧？卡松阿松地讲到这，把地去过啊，马上都托个奶的，奶的快点的就把这点的收拾几多。腰部，我们腰部最下面的肋骨这里，哦，你摸到这个骨头对过来。我从地你，我从地你洗里了哇，我地他。腰椎、第二椎，大部分是。啊，地你我从地洗里个脱须去哇，洗里个脱须 ，hips。还有 sponge， 啊，你脱须，地他你吃是啊，你卡这个来晓得，我从地去过 L four， 那当地。啊，给自己嘛，看到的是。然后你才再往上算。等你压松上，压着去。椎十二椎。等你达到搞这个经颈肌。就是什么？搞这个经颈肌。这个 L two L one。啊，等你达到第几个？给这个。11。嗯。等你给这个你压第几个？给这个东部呢？你吧，你马里诺。东部，那你话你东部压着，东部你打等地搞这个肌力，等你举起，我都是压着上。然后这个髋关节、髋骨的上面，我做，是这个脱须的，他你怕，出脑络的，大概是第四跟第五之间。啊，第脑络的，我从东北强山的搞起，那那搞这个，给这个一万块到300块了，但你刚才一万块了。哦，这个髋骨有没有？我做虚力透析的，等你吃了消化就，说中等你马上吃，等你吃了，啊。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腱，这个髂骨有没有？我这髋骨有没有？撑了有啊。后面等你凸出来两个点，等你虽然不掉进去的，啊，第一节的。这对过来画一直线。嗯，对的了，这个耳膜子的上。这是 S2。等你大胆的去过。啊，我说你撑了个撑死个牛嘛，吃多了是，撑死个牛。哦，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T7T1嘛，对吧？嗯。我说单单了，单单光了肋骨啊，啊你你讲这个啊，淋巴到搞这个东部。啊，讲那个 T 三。哦，等你单单的搞这个什么？啊 ，T 三是这个。哦，对，用那个吃多了是，搞这难的红啊个的。啊，那这兄弟，那得三百点左右了，第一个。好，再是那个这个体型。等你，等你搞这个灯吧。好，再来是 L2。等你，到那个地方，给这个。给这个东部到你那去。给这个你往你压着呢，给这个东坡了，东坡你压着完了，你搞这个军你晓得了。到 L4。等你妈用完那大等地去过，给这个一万到二级，等你从这个你吧，从这个东坡的你吧，晓得。就是我们要从这些骨头，从这些骨头的高度去寻找脊椎、第几椎，然后这样往上算或者往下算，你就会知道。例如说，你摸到这个。这个一个脊椎错位压很痛，那这个压很痛你要怎么知道它是哪一椎？例如说它是在中胸在这里，对吧？这一椎，假如是这一椎。先生，那我说菜单呢，但你需要一个透明带了，这些需要一个透明带，你拍出来菜单去，你说八个的透明带拍出去。对的，我说你接不了，接不成。它靠近肩胛骨，说肩胛骨对过来，哦，这个是第七椎。等你到达松到有了，松到你吃来完哦，等的，我就搞这个灯泡了。往下算哦，第八椎有问题。啊，等你马上用完呢，到达你去过靠，你们那到这个插线架到等到有了哦的，搞这个啊，你结巴了呢，你准确下去。啊，如果这一椎有问题。啊，等你到用，到达你搞这个军力强的时候。这个对过来。啊，等你吃了下。哦，第二椎对不对？
Tenye tata ndi sipchong yora, sipchong ni tata songa ya sipchong dago yorda, sipchong kong dam ni tsiri yoy na tata nga tsu ke tsiga niwa ma tak tak chak dago yorwa. Tenye ya yoy na ke tsiga tongpo. Tenye ya yoy na ni ga tsiga chini ma chak dago. Ga tsiga chak chichi iti ya yoy na. Da gai si zi yang suan? Ta chondom go rupji yorwa, du si chini tsiji jak tong, du si tsiji jak wadda siya. So the Zog Dadan to Susan Mankana and Manchia, the Dandra, the young Napando Leoena, and put on the or Napati, something deeper on deeper on the second dead on the down, then there do us some chicks also with that. On the new and here was. Also, it is a Ah, that Jungdar Shias, Jungdar. Ah, Shazuzang, Shen, 아, 초청거 근데 소소 겐 겐커는 또 소가 파 간다 간다 냥고래 뒤에 라과 창당 라소가 정말 라바스